会堂儿子曾志豪演唱爸爸生前的经典名曲，就是要好好的送爸爸最后一程。好友白冰冰也来当主持人，告别式现场以演唱会的模式来进行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悲伤。而跟贺一航认识近50年的张飞也直接爆料，以前贺一航在士官学校的时候就常用各种理由请假，一天到晚请假。那有一次他已经讲不出理由来了，最后怎么办？想办法去割包皮。那是一次，还有一次是疝气。除了爆料贺一航的荒唐事迹，马奎尔一早也是到现场帮贺一航化妆。他说贺一航是全程笑着离开的，他完完全全是非常开心的状态，因为感觉得出来呢，今天真的是开心，因为他很爱演艺圈，很爱大家，很爱交朋友。告别式现场也放了3张贺一航开心的照片，就是希望可以把欢乐的回忆留给大家。三立新闻王子祥、李慧台北报道。